打 VU 肯定有信心啊，我们现在打谁都有信心的，输了就放假了呀，无所谓的，都没什么压力，只能说，我们现在打比赛都不带怕的，见到人就干，干输了复活出来继续干。以前在学校见过水之歌吗？学校没见过，但是在网吧见过，而且还是在他18年夺冠之后，然后他回黄冈了，在一个小网吧见过。那天晚上，我跟我朋友在网吧通宵玩游戏，然后我看到几个人进来开机子，然后我看了一眼，我就感觉那个人有点长得有点像。那个网吧就在学校旁边不远，当时好像是晚上9点钟10点钟左右吧。他那年就是拿了世界冠军，然后放假之后就回老家了呀，然后和他朋友一起来网吧，然后就被我看到了，然后。我就上去跟他找他互动，然后跟他一起玩游戏了。当时他肯定不知道我是谁啊，他现在估计都忘记那件事情了。当时我还没打职业，当时我好像还在上分吧，就是。而且还有个细节，就是啊，不是，也不是说细节吧，还有个小故事，就是。当时我跟我朋友就是没什么钱嘛，然后钱都用来上网了，然后没钱吃饭，然后 JKLOVE 他们就是，他们就上网上了1、2个小时，然后他们就走了，然后他们吃的饭没吃完，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把他们的饭吃了，只能说有点饿那个时候。这个感觉没什么不能说的呀，这又不是什么犯法的事情，又不是偷的，只能说是捡的。那年就是18年啊，18年应该15岁左右吧。那天开心的一晚上，因为见到偶像了嘛，当时就觉得。武器打酒桶好像带这个也没什么用啊。哎嘿，炮车漏了。还搁这 NS 呢？哎，完了。哎呦，怎么扛到塔了？这样换血的吗？来干我！能不能顶上来干我？哎哎，真的来了，我靠！哎，没来没来，真敢上来干我啊！真敢上来干我啊！
这么喜欢 AS 吗？这兄弟？喜欢 AS， 接着按。疯了呀！我靠！他不会过来直接甩我一个大吧？我下次不单杀你了，兄弟！别！哎，有点恶心。哎，还好。不猜吧，不是想猜这个塔。